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8月22号的《观天下新闻》，我是李一凡。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从100年开始，把每年8月定作为校园安全月，要求各个学校都要特别运用暑假期间来加强校园的安检，也提醒学校务必要在开学之前就要完成校园的实地的检核工作，并且要在开学之后做好相关的防灾演练工作。教育局表示，今年特别加强校园厕所安全求救铃的设置改善，总计补助245校，共新台币2700多万元，为了学生如厕安全做最大的把关。此外，也推动了将学校走廊女儿墙加高到1.25公尺，去年已经完成了136校，今年预计改善167校，充分保障学生的安全。把这个女儿墙的部分从过去的110公分，那么增加到125公分，那么总共投入的经费是2.37亿哈。那今年度的部分，女儿墙加高的工程的部分也全部完成。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年度比较特别的部分哈，针对呢校园里面的死角，尤其呢我们有发现呢，学校里面有时候容易发生一些校园安全的事故啦，或者是校园的一些包含的一些性别的平等的这个事件，很多呢都会发生在这个校园的厕所里面哈。所以我们今年度呢也全面改善了我们学校的这个厕所的一个求救铃哈。另外，教育局也针对新北市学校补助2600万元进行消防安全检修，补助1300万元办理建筑物公共设施安全改善，补助247万元维护检修学校游戏器材等等。那我们会要求各个学校，那么在开学之前完成所有的这个检核的一个工作，务必让学生对在学校的一个学习呢，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在身心安全的方面，暑假期间也执行青春专案，校外联巡日间共有104次，夜间共有27次，有效保护学生在外安全。今年也特别加强联巡方式与增加路线，大大提升查获违规学生成效，作为后续的辅导之用。记者方强市府长报道。